一路以嚟啲人問你，喂，你嘅代表作係乜嘢嘅時候，其實我係唔識答嘅。可能大家好多歌好熟悉或者好喜歡，但係其實我唔知道，因為你未到最後一日，其實你唔知道你自己要將去做啲乜嘢。但係你而家問我嘅時候，我覺得我人生最大的表作就係我家庭，因為呢樣係 unexpected， 而嗰樣嘢亦都係一世嘅。